沃尔沃卡车主动避让风神视频，相信大家都看过吧。若不是及时触发了紧急制动，估计下场就不好说了。沃尔沃能有如此强大的主动安全系统，完全离不开车头部位不断工作的传感器跟沃尔沃强大的算法。当前方有车辆或物体出现在沃尔沃前面时，主动安全系统则会开始不断的检测该物体是否会造成危险。一旦接近速度过快，首先车内会发出提醒，如果司机还是没有进行制动，就该轮到沃尔沃自己来了。 不仅如此，沃尔沃在家用车上的安全配置也做到了业界靠前的水平。无论是主动安全还是被动，一直都被其他车企列为标杆。